Ja.没事，咱下雪，咱那堆。早上好呀，姑娘，儿子。回来干啥来了？儿子，儿子，你回来干啥来了？采雪人来了。多埋汰呀！别整他了。妈妈，看看大宝贝，你都不想我呀？想。嗯，走，早上是不是没洗脸？啊。大姑娘喽，看我儿子今年长高了不少。不能骑车，没带。儿子，别拖，这屋冷。儿子，妈问你，你想不想这个家？想了。想了啊。那我爷已经换好衣服，穿戴好了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孩子们都放假。我爷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家的幼狮鸡今天全杀了，大概有个六七只吧。然后上一批已经杀了四只鸭子，杀了两个幼狮鸡，到现在今天继续杀。因为一到冬天，给它吃进去的东西抵不上它不长肉，所以今天就赶紧都给它一锅端了。我爷在检查菜刀快不快。就说我们东北冷不冷，我们家冷不冷啊？我前两天买的鸡蛋，因为自己家鸡下鸡蛋供不上我们吃，我在超市里买的鸡蛋啊，个个现在都冻得邦邦的，全都冻两半了，啊！那俩一堆冻俩，完了他就冻了。我让你叫唤啊！你再容我两天的，我就让我爷给你剁了，让你进锅，我让你挑衅我。爷爷，他咋还走呢？爷，就这个活儿，只有我爷能干，我们家人都不会干，我们都不敢。这还有个漏网之鱼，看。害怕不妈你？捡鸡蛋呢？冻了，都冻了。咱家我买的鸡蛋都冻了。该说不说，我爷是真狠。这家伙脑袋蹦掉了，脑袋都蹦掉了。爷，爷。爷，大鹅挑衅你呢。大鹅喊你来呀来呀。哎呀妈呀，再来一盆就行了吧。这无形当中省了好几十啊。这一天两天40斤苞米面的。这帮鸡太能吃了，受不了了，杀了得了。大公鸡杀不杀？大公鸡先别杀了，再嚷两天。现在给鸡已经洗完澡了，然后地下还有一大盆，这是没有搓毛的。这两个小家伙刚才管我要好吃的，我说我哪有好吃的呀，然后又领着上商店买了一堆。一会儿辣吃那玩意儿，别辣的嘶好好的啊！我是吃地山的，到这户家吃的呀。今天又买几袋？
说我妈和我爷俩忙活一上午，这鸡终于收拾完了。鸡爪子，这老鸡。鸡，这也是鸡，这也是鸡，这一共九只鸡。一袋三的，一袋四的，一袋三的，一袋四的，一袋俩的。妈的，俩这俩都是俩。嗯，我那八个。那你还？老妈，这上外边买这十八个鸡爪也就一袋呗，哈。嗯，就一袋。那一袋也得二三十了吧？二三十买不来，20块钱，23块钱一斤呢。那么贵呢？嗯。等哪天完咱们酱着吃。就吃一顿够了，吃完了。今天我们把小白鸡儿全部都杀掉了，我们家还有几只大红公鸡，那个是准备过年吃的。人家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这马上就进入12月份了，又快过年了。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江南准备想要买一只猪，我们过年杀猪。然后二叔啊、老姑啊，还有我们家我爸爸他们可以分一分，直接就把这头猪分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